查下来，第十七纪元，这个男生的生母加女生的孕母，但是有这个可上可下的可得可争的案，那这第一上去了，第一啊啊，那大，为什么如果啪放在这里不下降的话，这里跳三阶，所以这叫什么贵手。你说哎，什么女生前面加这个涅槃音，如果也用系统来讲也可以的，但是我用讲贵手你就比较能够接受啊，因为他是男生音啊，所以在这里跳三阶不行，因为你要下降，下降就贵手了啊，布拉迪啊啊啦就贵手，就上次讲过了啊。啊，你说我这是男生音，前面我要加涅槃，那你用这条规则去做也可以，是吧？所以第一啪啪，啊这，你去你打，你去这里要加涅槃音啊，你去你打，他到底也讲这里也要点一点啊，你去你打。嗯，那我从这里念起可以吧？米里达，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叫做长短音啊，我要念在这里也可以啊。米里达，里用长音念上去也可以。就是后来啊，他说要加长音，后来是不加长音，其实你要这么念也可以。米里达。还是上去了，啊，比希利达，那在这里也可以，但是你那个要加涅槃音，如果往下念就不用涅槃音了，是吧？比希利达，那就不是涅槃音，是往上飘的，可增的，啊，好，第十八句，这个男生的声母加女生的韵母啊，这四个字。那后面接高音，然后一个字是高音接的，所以这个要用增啊，这个五就往上提了啊。老师，这里有一个记号，这个、记号是涅槃音的记号，是吧？所以这五啊，这里拉啊，它是九片口音前面的字，所以要加涅槃点。啊，如果照这样的话，这个涅槃点也是不要拿下来，五、八、拉，这个要拿下来。那如果啊，这个咬错了啊，你们抓下来，五、嘎哈、五、嘎、拉啊，这个方往下，你这里把它拉下来。大放在这个中间音，因为它是涅槃音，长音当涅槃音，拉点的就在最下面，啊，所以不嘎嘎嘎拉，啊，那再来这个呢，爬拉，后面是哇，所以这个显然也是，虽然长音呢，它也是在显示涅槃音，爬拉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要往上飘也可以念的。巴拉瓦里达又下来了，有什么不可以念？但是如果不变力太大的话，巴拉瓦里达啊，你要念涅槃点，当然也可以了。啊，那这个你可以拿掉，当然好了。虽然是单音记号，但是你可以念真。在帕拉瓦里达，不一定他住这个长音才念真啊，一般音也可以念真，这是最古老的会头是这样子。啊，第十九，啊，这个低音声的声母啊，加高音声的韵母，还是这个一路零路，
这四个音啊，那低音阶的字母，德音，德音就是要想到，但是哇，那个短音啊，短，不正，啊，低低音，虽然是长音，那这里要低，在那里停一下，时间是有了，但不发音，低低音。那这个叫做真啊，底底心啊啊，这个理到了路，我刚刚讲的这个路也可以啊，路还是要涅槃，因为这里是瓦，理也好，路也好啊，理瓦这个出现的那不念，它是出现的记号，这里是要画涅槃音。啊，这里没有的话，这里要知道要涅槃音，因为三十九片口音嘛，对吧？嗯。对，你哇那，你哇那，啊，你不能念你哇你那，你哇你那，这个你就多余了，你要觉得不是。所以这里只是告诉你这个哇，你再加涅槃音，你唱，你哇那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十个。好，男生的声母加女生的韵母，双母音 i o 啊。那高音阶或者是低音调，从中间一发起，后面是接女声音啊。因为后面接女声音的话，从中间一发起，哎，打乌底。压打乌底压，往上增嘛，啊，那这个打一八，啊，简单明了，打一八，对，比较没有问题的啊。好，第二十一句，这个男生的声母加女生的韵母，还是双母音，打一二五，啊，但是它后面是接低音。所以你要上去再下来，所以打一打打一打打一打啊，第四句转第三句啊，那这里甲乙瓦里，甲乙后面是。片口音，所以再拉下来，甲乙瓦里，甲乙瓦里，啊，这边甲乌哈瓦，甲乌哈瓦，这两个都是九片口音，对，要加你三点。好，在第二十二，五空音呢、啊？那可高可低啊，要看后面接什么字啊。阿巴哈那啊，那这就是说第五句对到第四句，在这里加涅槃音。阿巴哈那，虽然在这里标长音。阿巴哈那，是也可以念吗？啊，阿巴哈那。哈是喉音，喉音转到舌音，这有点讲起来是比较不合理的啊。那这里唇音跟到喉音再变回来舌音，就太复杂了。所以你这里直接念阿巴哈那，就是涅槃音了，那比较把它当成涅槃音，就告诉你这个字啊。那有一点不同位置的，所以念涅槃音阿巴哈那啊，那这里阿布呼阿嗯加那，这里涅槃点啊加那，那刚刚在说明的时候前面就讲过啊，这里念安那。阿布呼安加那，阿比希沙那，对，九分口音，阿比希这里也是
涅槃音啊，沙玛。那这个马后面有一个 S 的，对，你要结尾，所以把那念念才能结尾掉。阿比希沙玛，好，接下来，那么样的，下一次再来听啊。